知道他们两个是谁吗？他们是阿丽安娜和 Teseo，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爱情的故事。嗯，我们先进去，我再跟你说，好不好？你觉得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，走吧。Teseo 是一位孤胆雅典的英雄，然后阿丽安娜是他的爱人，是个非常美的公主。当然没有你这么美，小笨蛋。Teseo 是要进去一个迷宫，像我们这个迷宫求人，但是你不要想着很简单，因为这个迷宫里面很危险。因为阿丽安娜是个很聪明的公主，她决定给 Teseo 一根很长的毛线，然后她在迷宫的出口拿了毛线的另一头，这样 Teseo 能知道怎么走出迷宫。走吧，看看没有毛线的我们能不能走出。对了，我昨天忘了告诉你，迷宫为什么这么危险呢？因为迷宫里有一只很可怕的怪兽，这只怪兽突然发现了阿丽安娜那只毛线，就把它拉进了迷宫去，然后担心啊！后来，这时候很快把怪兽给打败了，救了他心爱的人。今天让我当你的 Teseo 吧。一、二、三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在你身边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发现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我。哎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三个月了，对吧？要不我下个月请你吃大餐。好，这今晚就定了，快点走，要不然那个怪兽会回来的。喜欢我就关注我吧。